所有的粉丝们打一个招呼，做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从都有话筒吗？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贺峻霖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敖子毅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程鑫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刘耀文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喜达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嘉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真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亚轩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旭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泽。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师兄们的演唱会上，谢谢大家。哇，非常活力四射的十个孩子，好不好？刚才给我们送来了热舞，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把舞台送给他们，谢谢。我最初
最好的天堂。谢谢。